扬州市光华不锈钢制品厂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扬州市，占地面积2万平米，专业从事精密钣金制品行业制造及加工。公司主要生产高铁售货车、金属油漆桶、圆盘式冷却器外壳等不锈钢系列产品，拥有先进的光纤激光切割机、数控转塔冲床、数控水刀切割机、自动焊机、模具加工设备等100多台套。工厂拥有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、优秀技师、技术人员、会计师等20多名。工厂产品的主要生产工艺，通过对金属制品板材、管材、纤材的剪折、拉伸、冲压、成型、精加工、在线组装、表面处理等加工，实现客户所需产品。特别是在板材超声拉伸、冲压、成型方面工艺先进，热诚欢迎广大客户前来洽谈与合作。